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啊。他说，这个修完六年苦行的时候，他身体越来越瘦啊。你看那释迦佛的悉达多的苦行像啊，因为没有吃嘛啊，所以他觉得再这样下去，那他也只是啊，就是不能得解脱。那从这一点，其实我们可以好好来想。那为什么那么多修行人啊？那释迦佛的经历包括两个主要的两个，一个禅定。那这个禅定最重要的就是非果即果啊，他得了无所有处定，他得了非想非非想处定，他认为这个境界就是涅槃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修行的繁盛的最大的差别在于断三结啊，我们要知道这个稍微要讲一下。修行的最重要繁跟盛，繁盛的差别就是断三结，出果就断三结嘛啊。那么这之前就是有正见嘛，叫做正见真上嘛。那三结里面啊，三结里面啊，最重要的就是戒禁取，应该说最重要的是身见了。这个观念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稍微了解一下，我们现在在修行，那么要注意哪一些，要怎么想。其实最重要的是佛法的观念啊。那么这些观念你如果没有具足的话，你很可能以为在修行，其实不是。你很可能以为是持戒，其实不是。你很可能以为是解脱，其实不是啊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么释迦佛可以给我们就是学习的地方啊，要从这个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。比如说最重要的是身见，你只要断身见，你就是圣者；你没有断身见，你就不是。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界定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的不管你读什么经、读什么论、修持戒、修定啊，这个做什么样的修行方式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都是要断身见。即使念佛也一样啊，即使念佛，上次我们讲过，你念佛得念佛三昧，也是要后来还是要观到这个心。啊，那么是虚妄的，还是要断这个身见？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好，但是在断身见之前，在断身见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，释迦佛为什么当时他去菩提树下，离了这个他，离了阿罗罗迦兰，离了这个玉陀罗摩罗子，那么离了苦行之后，他去菩提树下，他可以成道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去菩提树下，你去坐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现在很多人都在菩提树下附近打坐啊，他能不能成道？那为什么释迦佛可以？好，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，跟他怎么想有关系哦。好，我们看断身见底下有两个，三结嘛，三结就是身见，这个是最主要的。但是你要断身见，你必须要先断两种错误的观念。三结就是三种错误的观念哦，啊，这个叫见惑哦，啊，就是你观念上的错误。那么这个观念上的错误你要断，就是不管你怎么观这个五蕴啊，那你要断，你必须要先离两种错误，一个就是戒禁取见，那一个叫做疑啊，这个就是三结嘛。疑是什么？对四谛有疑，就是你不能确认四谛的道理。好，那这个两个很明显就是。你没有正确的，你没有错误的修行次第观念，你没有，你有正确的疑，就是次第，就是正确的修行的观念，苦集灭道，要从那个苦因，苦集灭道嘛，苦，你要解脱嘛，你要超越，你要度脱生死啊，你要解脱，那你必须知道苦因是什么，那你要知道这个对治苦因的方法。次第修行次第是什么？那你要知道这个灭就是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涅槃。那么你不知道，你就不能得解脱。好，那我们说释迦佛最初去跋切婆那边，刚才有讲去跋切婆那边，他发现这样的修行是不能解脱的，无有是处。好，那他去修禅定，禅定你看哦，那么戒禁取见，什么叫戒禁取？戒禁取是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。那从释迦佛修行的经验来看，最重要的是两个，一个就是瑜伽，刚才我们讲，一个是瑜伽，一个是苦行。那么瑜伽是靠修定，让心不起念，
你到了无色界定，那个心是很极静的哦，那个是不起妄念的哦，但是它并没有断啊，它的因没断啊，所以这个这样不是涅槃。你到了无所有处定，你到了非想非非想处定，甚至有些正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他就认为得涅槃了。有些就认为哦，得初禅就得出果，或者得四禅就得涅槃。那有些得无所有处定就认为是涅槃。所以释迦佛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没有真正的解脱，也没有证，谁知道？因为还没有人解脱过，或是大家都认为这样就是解脱。所以当他去跟那个阿罗罗迦兰修无所有处定的时候，他已经到无所有处定了。他告诉他，因为他为什么去？因为他告诉他这个是解脱者嘛。所以他去跟他学的时候，他也依他的方法得到了跟他一样的境界。那么如果是你，我们现在来好好讲，如果是你，你在那个时候你去跟一个那么功夫那么好的人学，那么他告诉你，你这样就是涅槃了，那你是不是会相信？你肯定会相信。现在也很多人是这样啊，告诉你证了出果，不是有很多说气的吗？告诉你这样证出果，告诉你这样是恶果，告诉你是什么，你也相信啊。那你为什么相信？因为你也不晓得出果是怎么样啊，那所以，那他为什么不怀疑？释迦悉达多为什么会怀疑？那你要好好想这些事哦，那他再去跟那个玉陀罗摩罗子修的时候，更高一层了，到非想非非想处定，那这个是释迦佛修过最高的禅定了。有没有再更高的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这个是他修过最高的禅定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定就是九次地定，最高世间的定最高就到非想非非想四禅八定，再上去就是出世间的了，灭尽定了，通常是这样。那这个就是世间最高的定了。那有没有更高的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一般来讲，释迦佛修到这个是最高的了。好，那你看哦，他认为这个就是涅槃哦，无所有处定，所以有外道涅槃嘛。那么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就是涅槃哦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非果即果。你现在这样的成就，并不是真的解脱。那有没有这样的？有，像很多人那么受到鬼神加持。那么见到什么，他就认为，他成就了，很多是这样的。因为修行，我告诉你，你只要用功，你只要专心，只要持续用功，多数，我这样多数都会有境界。那你如果不能分别这些境界，你很容易非果即果，真的，这个是比较危险的，非果即果，一个就是你可能会被这些天魔外道拖着走。第二个就是你就持续了，你就在这里，因为你已经觉得你已经是无为了嘛，无上了嘛，到这里你到顶点了嘛，所以你就不会再往上哦，那就会让你没有办法得解脱，因为你以为这个就是解脱了，就是你要去到哪一个地方还没到，但是你以为到了你就不会再往前走了嘛，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这个观念你没有先，就是说你有错误的观念，就是你要先了解那什么是真正的解脱。那在当时还没有所谓的把烦恼断尽得解脱这件事，还没有，那什么是真正的烦恼？我见是真正的烦恼，这个当时还没有人这样说过，所以释迦佛心里面在想，他怎么观察的？怎么知道这个不是解脱？玉陀罗摩罗子跟阿罗罗迦兰肯定会跟他讲，你已经到达跟我一样解脱的境界了。他告诉他，这样就是解脱。释迦佛。他也不知道什么是解脱啊，他没解脱过啊，但是他为什么会怀疑？他观察自己的心，他觉得这个还不能解脱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所以他在瑜伽那边先知道这个不是解脱，所以他才会往前嘛。他从玉陀罗，如果他在阿罗罗迦兰那里，他认为这样是解脱了，他就不会去玉陀罗摩罗子那里，为什么？那个更高啊。那他如果在玉陀罗摩罗子那里，他认为这个就是解脱了，就是涅槃了，他就不会再去哪里再去修苦行了。好，那所以这个是非果即果，他没有离非果即果啊。非因即因呢？非因即因就是什么？苦行，苦行，他认为苦行因苦而死，或是你一直修苦行。
到最后因苦而死，你就得解脱。所以你之所以能够解脱，那是因为你一直修苦行，磨练他让苦行也有一些禅定哦，啊，因为他能够忍耐，那也了不起。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，你是依业来受报的，你是依业来受报的，啊，阿维书之后就是依业有轮回嘛，阿维书之后就是讲依业有轮回。那我们这个轮回的身，六道的五道的六道的这个报身，这个叫业报身嘛。这个报身本身就是业报身，啊，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业报身。那你必须要受苦。那么你比如说我杀生，短命多报，完了之后我杀生的业就没有了嘛？就说受完了啊，我的罪就没有了，啊。好，所以变成说你要不断的受罪，不断的受罪，把你这个业磨完。那等到你业磨完死了，那你就解脱了，你没有业了吗？它是这种观念哦。那这种观念对不对？不对。所以并不是说哦，我一直受苦，哦，有些人就是我一直被欺负，然后我就是消灾消灾，我就消灾啊。那你欺负我越严重，我就消灾消得越快，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哦。啊，我就一直受苦，一直受苦，我就一直怎么样消业报，消业报，消业报，啊，所以人家骂你，替我消业报，人家骂你可以帮你消业报吗？啊，不一定哦，不是这样的哦，这种是错误的观念哦，这种叫做非因即因哦。这种叫非因，就是你这种观念，就是我现在受苦，我现在多受一些苦，我以后就少受一些苦。我这一生把所有的苦都受尽了，我来生就不用再受苦了，或是我以后就不用再受苦，我都得解脱了。这种其实在我们佛教界很多这种观念都非因即因哦，啊，就是说我这样做其实不能，并不是能够达到那个目的。就好像说，哦，我现在诵经给谁，然后谁就可以得利益。这个也是非因即因哦，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方法其实不能达成那样的目的，啊，但是比如说苦行就是这样啊，所以他离了，他在释迦佛在瑜伽师，就是他据说是俗人修禅定的，啊，修禅定的啊，刚才我们讲他在这个禅定里面，他没有非果，非果即果，他不认为这样的境界就是解脱，这样的境界就是涅槃。好，那他也不认为你这样修行最终可以得到涅槃，这样的苦行他用了六年苦行。那照苦行者的理论来讲，你要这样修，修到死你就得解脱。那释迦佛如果信了，悉达多如果信了，他修到死能解脱吗？不能。所以我们稍微要想一下，我们现在修些这些什么，告诉你你就这样修就好了，那么你最终就可以怎么样，是一定可以吗？那很多我们大部分的人，不是非果即果，就是非因即因，非因即因的比较多，就是这样的原因，这样的修行其实不能达到那样的目的。那这个就是你现在所达到的目的，不是究竟的目的，就是你现在所拥有的并不是真实的，你现在拥有的境界它不是真实的，你到达的目的不是究竟的。那这两点你一定要先有，所以这个是戒禁取，你这个没有断，你这个没有断，对四谛就不可能有了解。你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，你就不可能去找到一条正确的路。你如果把错误的路当成是正确的路，你就一直在错误的路上，你不会去找正确的路。好，那你知道这个错误了，并不代表你就知道正确的路在哪里哦。你已经知道这个是错误的方法，可是不代表你就知道正确的方法在哪里哦。就好像以前发明这个电灯泡，哦，用这个铁丝不行，用这个铜丝不行。他知道这个不行，不能发电，但不代表他知道怎么样可以发电哦，啊，所以他还要再研究，不断研究，后来才找到钨丝嘛，啊，所以这个一样哦，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哦，你要先知道这些是错误的方法，然后再去了解什么是正确的方法。正确方法就是四谛嘛，苦集灭道，苦一定有苦因，你要去把那个苦因找出来。那佛陀已经跟我们讲了，苦因是什么？苦因是烦恼。正确来讲就是业，那业的因是什么？烦恼。烦恼的因是什么？我见我爱，就是这个。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下手。那么如果你的修行方式是不是对治烦恼的，
不是调伏烦恼的，不是断除烦恼的，这些全部都是非因即因，全部都是非因即因哦。如果你的修行方式最终不是要预防烦恼的、对治烦恼的、调伏烦恼的、断除烦恼的，那么这些都是非因即因。如果你所得的境界，你所得的境界没有跟缘起无我相应，这些都是非果即果。这个很重要哦，因为你如果不是这样，你以为的修行其实不是修行，你以为的境界不是真实的境界，不是究竟的境界。那很多的不管是在家出家都会这个就没办法，这个就没办法了，在这一点就跳不过了。持戒的、修定的、念佛的，那么一样哦，都在这里跳不过哦。所以这个戒禁举系是很重要。那我们从释迦佛，从释迦佛最后成佛之前，到底他是怎么跨过那一些、跨过那一些坎的？如果是我们，我们扪心自问一下：如果是我们，我们跟这个老师学，老师说：“哇，你如果你也得到了，你也得到了非想非非想，不要说非想非非想啊，你得了四禅。”那有一些境界，他就告诉你，你得解脱了，你信不信？这个都是你没有过的境界。他很多人就败在境界上哦，很多人败，因为他之前没有这种观念，所以他在这个境界上，他就我们叫做得少为足，以非为是，那麻烦了。这个叫做戒禁取，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。释迦佛，你看释迦佛这里讲，他后来去成佛，他先跨过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。然后才又去菩提树下，那么了解从缘起里面，缘起跟四谛是一样的，了解人为什么会有生死。那以他六年苦行，六年苦行重戒，那么那他还有禅定的经验，定戒定一定在发挥，那么一会就得解脱，就我们后来修行就是依释迦佛这样修行。好，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。那么他再去了解这个生死的因是什么。所以就把什么我见断除了，知道生死从哪里来，从无明。无明是什么？只取有这个身啊，然后就不断的造业，然后他在观察自己，发现到他已经得解脱，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那他现在的观察跟他在得禅定的时候观察，他苦行的时候观察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他那种会思维，所以叫做如理思维。你不会思维，你只是听，或者是说大家跟你讲，哦，你这样就对了，或怎样。你看，不要讲什么，讲央觉摩罗就好。央觉摩罗跟着一个师父，后来因为央觉摩罗的师母很喜欢央觉摩罗嘛，那央觉摩罗当然他哪里可以跟他师母这样，所以就拒绝他。那个师母就觉得很没有面子，所以就回来跟他的先生，就是他的师父，毁谤央觉摩罗，说央觉摩罗啊骚扰他怎么样怎样了。他的师父就很生气，他也没有去问。啊，你看这个师父也是，他也是跟到二知识了，啊，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很有名啊，哎，佛教界很多这种哎，我告诉你真的，啊，你有时候跟错人，而且你跟错人又没关系，你又死心塌地，又很虔诚，我告诉你，虔诚不是解脱因了，你不要只是虔诚啊，啊，你是要依佛出家的，你不是你依你师父出家的，啊，真的啊，你要依佛出家，那释迦佛，你看他就会要我们叫做要如理思维。你看央觉摩罗就好了，央觉摩罗后来他的师父就很，他也没有去问清楚，然后他就认为央觉摩罗这个人品性不好，所以就故意给他错误的方法，跟他说你不是要修道吗？好，那你要修道要准备修道的这个法器，就是什么人骨念珠嘛，人的骨头串起来念珠嘛，啊，要他去收集这个人的这些指头，收集到多少颗了啊？那么他才可以修道，啊，你看他不会想啊，他央觉摩罗想说，好，那他为了修道，欸，他为了修道奋不顾身的，这个精神是对的哦，为了修道不惜生命哦，但是他不会如理思维啊，那这样真的可以解脱吗？解脱的因在，因为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样解脱啊，老实讲，啊，大家都在找嘛，但是你会思维不会思维，就有关系哦，真的，啊，那。我以前也曾经跟过了啊，就是类似啊，这些有的没有的，但是我发现这样对吗？好，后来我思维一下，这个有风险，这个不要，我们就离开了。那这种其实佛教界是蛮多的哦。那重点，我们一定要先培养如理思维的观念。
你要有正确的观察，你不要说哦，大家说就尊重权威或尊重传统或尊重什么，不是，尊重是尊重，但是你要能够分别，要如理思维。啊，那种说想说这样对不对？你看他师父就叫他去砍人，砍到最后大家都怕他，都躲起来了，只有他妈妈来找他，连他妈妈都要砍，为什么？他为了赶快完成修道的这样的功夫哦，你看他不会想，如果是佛陀，他绝对不会，啊，因为他会想。这样的观念是真的可以修道吗？那道是什么？它有没有违反道的这个理则？道的理则又是什么？很多东西要仔细想的。你看释迦佛，为什么他跟了这个玉陀罗摩罗子阿罗罗迦兰，他们的功夫那么好？哎，你要修到无所有处定，非想非非想处定，那个不是简单的呢。啊，基本上如果你用功一点呢，啊，初禅、二禅，基本上都应该都不是问题了。但是你要说到无所有处定，那个就是要更上一层了，到无色界定，那个功夫上那个心是很极静的了，而且多数会引发神通哦。啊，那你如果遇见一个师父，禅定功夫非常好，那禅定好的通常持戒多还不会差了，因为他持戒差，他不可能得禅定了，啊，你知道哦？那所以他持戒，他就是禅定好的通常都是少欲知足了，他离欲才能够到色界嘛。通常是这样，如果你现在遇见一个师父，他不太重视世间的离欲，那持戒算清净，那么禅定功夫又很好，又有神通，他跟你讲的话，你肯定100%相信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吗？释迦佛悉达多当时，我相信他有跟他讲，你已经得到解脱了，但是他为什么？如果他相信他的话，他现在就没有佛了。所以你想想，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都不相信，但是你要如理思维一下，要观察一下，要知道一下。当然，如果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，老实讲，因为那个又牵涉到过去生的，啊。那么，但是现在佛陀告诉我们了，什么是解脱的境界？不疑不惑吗？不忧不悔吗？啊，然后不忘不失吗？那么这个是这样啊，解脱了三个境界啊，啊，就是。你对于世间发生的事，因为你知道一切是缘起的，你不会疑惑；你对于你所学习的佛法，不会忘失；你对于过去发生过不管怎样的事，你不会忧悔。你要观察你的心，常常处在平静当中。你对一切的境界，一切的境界，没有疑惑，没有忧悔。你对于你所学习的佛法不忘不失，你的观念非常正确，你的心一直在平静当下。那么你要好好的观察。你才知道，哎，我学的是不是佛法哦？好，那这个是不是解脱的境界哦？你看后来央觉摩罗甚至要杀佛，那是因为他过去有善根呢。佛知道了去度他呢。如果他过去没有善根，他现在就在地狱里面了。哎呀，杀母杀阿罗汉啊，杀佛，他杀了母亲之后就没有杀佛了啦。但是他只要杀了母亲，他就会堕无间地狱哦。那佛陀知道。如果他把母亲杀了，就算他有善根，他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得解脱。就算他的善根成熟，但是因为他的母亲杀了，他这一辈子，你只要犯了忤逆，你这一辈子就不可能得解脱。至少要下辈子之后了，因为地狱起来就很久了，一辈子地狱就很久了。好，所以佛陀知道这个央觉摩罗善根之后，他才去度他哦，不让他杀母亲，在他杀母之前出现，那么他可以不用杀母亲，他就不杀母亲嘛，所以他去杀佛嘛。可是他杀不到佛的。好，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看，是戒禁取。我们发现到这个，在这个佛教界，其实我可以这样讲，真的，多数的人都是戒禁取，多数的人哦，非因即因。比如说我送一部《地藏经》，然后就可以超度谁？你这个行为并不能达成你要的那个目的。你现在这个行为并不能达成你要的那个目的，这个就是非因即因。你现在做这个事，并不能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。这个多数都是非因即因哦。那我们如果这样养成习惯，凡事不会想，反正大家都这样做，以前就这样做啊。那谁谁谁很有佛法，很有知识，他也这样做，那你就跟着这样做了。做久了，你就养成非因即因的什么习惯。你一旦有了非因即因的这种概念，就是你养成这种习惯，你就不容易得解脱。为什么？你戒禁取不会断，
借进取不会断，你不会去找到，你不会去找到正确的解脱因哦，正确的方法。因为假设说好，假设说好，那你要帮助啊，假设你要超度谁，或是你要让谁得到利益，好，那我就送一部经给他利益。你认为这样就有效，你不会去找一个真正有效的方法。啊，你就养成这种习惯啊，啊，就这样做就好了。你就不会费时间费精神去找一个大家都不在做的，你就不会去，大家都走这条路都可以到啊，我就顺着大家走就好了。可是那条路不能到啊，啊，你就你也不，因为你走这条路你就不会走别条路嘛，那你走了错误的路你就不会去找正确的路嘛。如果你认为它是正确的，或是你也不知道正确在哪里，我就跟大家走，要错大家错吗？那你这样的观念是不能解脱的，你这样的观念没有办法离开你原来的错误，然后获得后来的正确，然后达到你真正的解脱，没办法。所以你看三劫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戒禁取，你看佛陀就是断了戒禁取啊，所以他告诉你啊，第一个要断三劫戒禁取，然后对佛法，后来佛陀有讲嘛，佛陀跟无比丘讲四谛啊，他告诉他正确的方法是什么。那第一个当然他也跟他讲两中道嘛，离苦乐两边嘛，我们讲的自凡苦事，后来佛陀才会这样讲，自凡苦事，是是非神现法。你看苦行这个神现法是什么？不是解脱法，无意相应，没有意义啊，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事啊，就是说你这样的做其实不能达到那个目的，不正思维，自苦其身而求出离，永无解脱，非因即因。那么禅定你有一些功夫，你有一些功夫感应得天神加持或怎么样，你以为这个就是解脱了，这个就是涅槃了，这个就是修行了，我告诉你不是，不是哦。提婆达多也有神通啊，有神通的多的是，放光你以为这样就是有智慧了，不是啊。你以为这个你诵经之后这个窗户现法轮就表示你得智慧了，没有，不是。天神跟鬼神相应的东西很多，但不代表跟佛相应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修行都落在哪里？非果即果，非因即因。有了一些殊胜的啊，落下舍利子了啦，啊，这现这个法轮了啦，啊，那个天有异象啦，你着重在这里都是什么？非果即果，有异象啦，有异象啦，那代表什么？那真正的神通，不是能够移山倒海啊，那么飞天入地，不是。真正的神通是有智慧，明了一切的境界，不为所动啊。那么你不了解这样，你都在这个世间的境界上啊，这个见到佛放光啦 啊那见到法轮啦，见到什么啦啊，窗户啦什么，反正一大堆啦，然后这些你没有用在内心上面，那么你很容易变成非果即果。你看哦，这个境界真正的殊胜在你的心没有烦恼，有智慧，而不是在外在的境界怎么样变化，眼花缭乱，这些不是的。就算这个人有他心通，也不代表这个人有肉尽通。但是你不要被这一些境界所什么所迷惑，你如果容易被境界所迷惑，那个叫做你就落入所谓的非果即果的错误里面了，啊，那所以这个一定要先断。那大部分的修行人在这一关就过不了了，真的，我看的大部分这一关就过不了。那对，因为你都是错误的方法。你不会去研究真正的佛法是什么，苦集灭道、十二缘起、中道、无我，你不会去研究缘起四谛、中道、无我，这个是最核心的概念，你不会去理解。你看有多少人理解这个东西？没有，很少。所以你这样知道了，你才能断生见，断生见了之后，你才是向解脱，哦，就是我们通常讲嘛，向善向上向解脱嘛。那多数的人只做到向善向上而已，哦，离恶嘛，离三恶道，然后离什么？离欲，但是没有向解脱，没有出三界，
啊，只出三恶道，就是理而已，还没有真正出啊，那没有向解脱。那重点向善向上都是为了向解脱。那你真的要向解脱，你一定要离戒进取，跟离就是对四谛要有正确的理解。那么从这个方法，你才能断生见，那不然你是不可能的。你都不晓得你要断生见，生见就是我见嘛，你没有从我见下手，那要断我见，先要除烦恼，先要离三恶道，那不然你没办法。那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们是从这个释迦佛，从释迦佛，那么这个修苦行之后，舍苦行，那前面他舍了这个非果即果，这里又舍掉非因即因，然后他在菩提树下好好的思维，利用他过去得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力量去思维，是为什么？思维缘起。所以一般来讲啊，你说这个佛在菩提树下，那么留心戒赌，一般来讲，你看他有些人就是很离谱，他说赌留心悟道，赌留心悟道，并不是见到留心开悟，没有见到留心开悟，我们不见很多了啊。在有些人，像有一些人，他说他已经成佛了，因为他在梦中也是赌留心，就是。佛陀不是见赌流星悟道，佛陀是见缘起悟道啊。只是说那个流星划过的时候，他看到了无常无我，看到了缘起法。只是这样啊，佛陀是见缘起而成佛，所以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，他是这样的，所以他才把成了佛之后，他才把他的修行经历，然后他所理解的归纳出来四谛。缘起中道，他讲这个啊，所以对五比丘他就是这样讲啊，那我们现在没有，我们现在通常都在戒禁取戒里面，多数哦，我发现多数都是这样，非因即因的特多，非果即果的，就是你很用功，也有一些人你很用功，用功到你身心有一些境界，那么你就认为。你已经到达某个程度了，啊，你已经得到什么了，啊，甚至就开始帮人家受记了，啊，就证出果、证恶果，啊，你是什么，就开始这样了。那这个怎么非果即果？你一旦在这里，你也不容易脱出去。你就认为啊，我的境界殊胜，怎样怎样？那你没有从佛法的角度上真正去了解，啊，无我的概念了。好，所以这里讲舍苦行处到菩提树下。啊，就是他舍去这个苦行啊，其实就是你看这个就是断了非戒禁取戒了，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啊，那所以我们三解就是这样啊。然后到菩提树下，这个菩提树其实是毗波罗树，啊，那我们要说累劫的苦行非涅槃因呐，啊，就好像大波涅槃经的，啊，那么，所以其实如理思维很重要。这个树啊，基本上是这样的。佛陀出生的时候，佛陀出生是无忧树啊。佛陀成佛成道的时候是毗波罗树。那因为他在这里成菩提，所以叫做菩提树。他原来叫毗波罗树啊。佛陀涅槃的时候是梭罗树啊，在两棵梭罗树下啊，所以叫梭罗双树。那后来这个毗波罗树就变成释迦佛的菩提树，只是释迦佛的而已哦，啊，只是释迦佛的而已，每不同的佛，在依佛经来讲，不同的佛在不同的树下成佛，所以每一尊佛的菩提树不一样，啊，像未来这个弥勒菩萨，他就是龙华树，就是菩提树。如果你比如说你在屏东在芒果树下成道，那芒果树就是你的菩提树，啊，通常就是这样啊，那所以这个只是悉达多释迦佛的菩提树啊，在树下成菩提的啊，都叫做菩提树。那坐在那里的叫做菩提座啊，或者金刚座。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。那所以这个菩提树其实是毗波罗树。他说到菩提树下坐金刚处，好，我们讲这个金刚。金刚其实就是类似我们的钻石，它通常是世间上最硬的东西。那据我们知道，这个最硬的大概就是像金刚钻啊，就是这个是最硬的。好，那么
大智论是这么说的啊，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应该是这样，因为他坐此座上起金刚预定啊，就是要成佛之前啊，我们叫灭尽定，像这样啊，那么成等正觉，他坐在这边成佛，所以他坐的地方就叫金刚座啊，其实是这样啊。大智论里面有这么说，他说这个是他原文不是这样，但是我把它整理起来写的了啊，就是说这个地，我们这边世间的地是业报的依报嘛，这个叫正报，那这个世间是依报啊，那么这个是共业所成的，这个地是共业所成，所以它是众生虚狂，众生的业报都是虚狂业啊，这是业报所成就的地，不能举啊，不能承载啊，啊举就是他坐在上面嘛，举不能承载菩萨成佛时实相的智慧身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释迦佛要成佛之前，他坐的那个地方就变成金刚了，啊，要不然会陷下去了。他是这样啊，就是我们会发现到大智论在解释东西的话，会从各个角度、各个层面啊来说明了。好啊，这个是所谓的金刚座啊，金刚座。那后来就会很多人啊觉得那个地方磁场特强啊，当然佛成道的地方，当然它有一定的力量在啊，但是真正的磁场在哪里？在法。在内心跟法相应，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啊，它不是在特定的一个地方，就好像有些人会觉得，啊，哪里的观音菩萨比较灵感，啊，那哪里的地藏菩萨比较感应，啊，就普陀山的观音菩萨最灵感，所以要拜观音菩萨，要获得观音菩萨的加持，最好到普陀山去，啊，那如果要地藏菩萨，啊，那么要到九华山去，啊，就会变成这样。那你要成佛啊，最好要到菩提树下啊，那么在那边坐啊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，重点是法，重点是法啊，所有的力量来源都在心，了解这个法，心通达这个法，心跟这个法相应，那所谓的法就是缘起四谛中道无我啊，那你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，那你如果离了这个，离了法，你就是天天坐在菩提树下，你也不能成菩提，啊，是你只要有了这个法，你坐在哪里，哪一棵树下，哪一棵树下就是菩提树下，哪一个地方就是金刚座，你所在的地方就叫道场，啊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，你不要就是到处去找一个可以加持你的地方，啊，可以保护你的神，啊，没有，真正保护你的是你对法相应，你跟佛法相应，啊。你一定要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，就是你所做的这一些，你每一天所修行的，都在减除你的烦恼，增长你的智慧，增长你的戒定慧，这个是比较重要，尤其是智慧啊。如果你没有智慧，你持戒再怎么清净，你禅定功夫再怎么高，到非想非非想，你也不能得解脱。你看那些苦行外道，持戒持得可清净了。他甚至怕误杀众生，每天出门都戴口罩。他戴口罩不是为了防新冠病毒，是为了防不小心虫飞进去，他杀死他。啊，那出门都要带扫把，不是他爱干净，他不小心踏死这些虫蚁，怕杀生，怕误杀。你看他吃得干不干净？吃得干净的，能解脱吗？不能。修定修到非想非非想，能解脱吗？不能。而且他不能解脱，正是因为他修到非想非非想，因为七一定嘛，非想非非想不能引发无漏慧，他还要退下来到四禅，那到了非想非非想，不能引发无漏慧，那你看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啊，但是所以不是你有戒有定，你就能得解脱，不是的，最重要有慧，但是你有智慧，你就知道要依戒依定。你如果有了智慧，你说你有智慧，但你不依戒不依定，那你的智慧不是智慧，你的智慧只是四智变通，三途八难之一，啊，你对佛法的了解，那只是三途八难之一，四智变通而已，你并不能让你得解脱，啊，所以你有一些观念一定要从正确的，跟佛法相应的，啊，你不要只是多数你都以为你在修行，你在学佛，其实你都是外道，啊，很多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看一下很多，不管在家出家了，修行方式，我们看他的目的，再看他的修行方法，我们就知道很多都是非因即因，真的。那你习惯这样，
你就在这个非因基因的枷锁上，你这一点非因基因，你那一点也会非因基因啊，真的。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他说，做金刚杵，魔王将十八亿万众来坏菩萨。好，我们再讲这个。第一个，我们先讲魔王；第二个，讲十八亿万这个概念。魔王通常这样说。最早的魔，其实应该在吠陀经的时代，最早的魔其实是像焰摩天的魔。焰摩其实就是炎魔了，啊，我们不是有焰摩天吗？啊，其实就是炎魔了，炎魔天，啊，后来变成炎魔王，啊，炎魔天就本来是天人的，后来变成地狱的啊，这个是一个转变了，啊，然后。最早是所谓的焰摩天的魔，那后来佛法里面讲的魔，通常佛教里面最常出现的，包括从释迦佛从出生到成佛，通常有四个天，一个是禁居天，一个是刀立天，一个是梵天，一个是四王天，那还有一个魔，就是通常因为讲这样天魔梵。那天里面主要是刀立天第四天啊，四王天也有啊，但主要是刀立天啊，刀立天主啊，第四天或是第四，或是迦斯迦啊，反正就很多名称啊，就刀立天主。那么魔啊，魔等一下我们再来讲，魔通常是第六他化自在天的，这个是第二天欲界的，这个都在欲界。欲界的欲界有六天嘛，四王天啊。我们这么说好了，欲界四王天：刀立天、焰摩天、多帅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。那这个是地居天，依地的；其他的都是空居天，依空的空居天。那通常天魔梵，阿含经里面常常看到就。跟释迦佛比较有天界比较有来往的啊，基本上就是天魔梵。那天通常是指倒立天啊，那像出生啊，基本上就是四王天啊，要出家成道啦，四王天、倒立天，还有禁居天，禁居天是色界的啊，那么都会了，还有梵天，主要是梵天啊，禁居天。好，那这个是色界，这个是色界梵，这个是欲界，色界有十八天，然后通常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啊。那这个二禅是跟光有关，观音天、无量光啊。那么这一些的二禅有一个无量光啊，我们叫阿弥陀佛的无量光、无量寿，有一个无量光。然后观音天也是在二禅，然后这个三禅跟净有关啊，清净的净啊，就遍净天啊，就跟净有关啊。那么四禅。四禅就多了，福什么什么。那最重要的是后面有所谓的五禁居天啊，它总共有九天啊，前面有四天啊，就是福生天呐 啊然后一直下去，然后后面有五禁居天，无烦无乐善见善现色就净啊，色界顶有一个色就净天啊，有些说是摩西所罗天，反正是色就净天的 啊。那么通常的魔啊，是指啊他化自在天，欲界顶魔通常是指欲界顶第六天的天王，欲界天的最上面，欲界顶我们叫做欲界顶，最顶了啊，第六天的天王。那么也有指色界顶，色就净天的天王啊，但通常是指第六天他化自在天的天主啊，这个是魔。那魔基本上啊，它并不是魔在佛教的概念跟在中国道教的概念是不一样的，跟基督教的概念不一样啊。魔在基督教的概念是比较不好的，形象很差的，都是害人的啊。那么这个佛教的魔不是这样，佛教的魔基本上你只要不解脱，不超出它的范围
因为他化自在天，他化自在天是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，啊，不是以别人的痛苦为快乐，是以众生的快乐为快乐，就是他底下的众生多快乐，他就有多快乐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他是会尽量带给你五欲之乐的哦，他是欲界，他会尽量让你有五欲之乐。但是这个五欲之乐怎么样？障道，障道啊！所以魔是障道的意思哦，魔是障道的意思。这个好像我们在第几节之前就有讲过，在前面有讲过，魔在佛教里面魔有四种嘛，五阴魔，五阴魔对我的执取嘛。啊，这是最障道的，对，就五阴这一生，我们会对这个我会本身会让我们我见我爱，五阴魔，然后怎么样？死魔，死了我们不能修行嘛，死魔。然后是什么？烦恼魔。你看，他通常是五蕴，啊，众生对五蕴有根本的执取嘛，啊，然后死魔，死了你就不能再修了嘛，你就告一个段落了嘛，他会障道，然后什么？烦恼魔。烦恼障道嘛，这个是根本的，然后最后才有所谓的这里，啊，他化自在天，天子魔，通常是天子魔了，但也有少数是只摄就近天的。好，那以这个为魔，以这个为主了。好，那这个天子魔不是像一般的说啊，会让你怎样怎样，它其实就是魔，通常会有两种方式。像释迦佛成道也一样嘛，啊，他 不外乎就是威胁利诱了，但是他基本上并不是说你要修到他伤害你，而不是，啊，他通常就是这两种方式，告诉你我有很大的利益，你听我这样做你会有很大的利益，告诉你你如果不这样做你会受到什么损害什么损害，啊，其实是这样的，啊，那这个魔像他化自在天的天魔，啊，他基本上他并不是要伤害你，不是，但是他伤害你修行。如果你要求解脱，他怕你得解脱嘛？因为他的快乐就是多数的人因他而快乐，他就快乐。那么如果有人要出他的范围，他就那种快乐感会减少，啊，所以他不要让他出这个他的范围了，啊，所以他就会障碍你。那障碍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就是威胁，一种就是利诱，啊，就是你不听我的话，啊，我就让你没有什么没有什么，你听我的话，能让你拥有什么拥有什么，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是所谓的魔，啊，那魔王，那通常是指欲界天的第六天，啊，那我们把这一些先看完。他说将十八亿万众，那十八这个概念其实不是数字的概念，它是表示很多的意思。那在印度里面那个数字比如说七，七是一个圆满的概念，循环七啦、十四啦、二十一啦，啊，那么还有啊，比如说像十，华严经喜欢用十，啊，那像这个数量多的话，你像华句辟经，他很喜欢用五百啊，五百什么五百什么五百什么啊，那或者是像八，八也是有些人常用啊，八万四千啊，八百啦。啊，八万一劫啦，反正就类似像这样，八的倍数十六，十六的倍数三十二，七的倍数十四，倍数二十一。那这些数字啊，比如说十八亿金，须达多用十八亿金买地。舍利佛年轻的时候跟大家辩论，那个众底下的人有十八亿。那这个十八亿这个概念，第一个十八它不是一个数目字，它是一个概念，一个形容词。第二个这个亿啊，我们说过这个亿本身啊，那也不是一个精确的数目字。那有些是十万为亿，通常是十万为亿啊，或是百万，或是千万，我们现在是万万为亿啊，就不一样，不是我们现在亿的概念，不是十八，也不是真的有十八。啊，不是，比如说这个村很大啊，在经典里面就常讲这个村很大，这个你就是这个村非常大，有十八亿家啊，就是说那这个十八亿也不是真的就是有十八亿，不是，它就是形容词而已
啊。所以他说魔王将十八亿众来坏菩萨。那通常都说魔王有三个女儿，通常这上次我们也有讲过，但是也有说有四个女儿的啊。那这个我们在，因为时间到啊，那就是佛要成佛之前啊，有经过一个所谓的降魔的过程。那我们说，其实降魔的过程，它主要在反映上你的烦恼，贪嗔痴的烦恼，贪嗔痴的烦恼。所以魔王三个女儿是你烦恼的层次啊，那这个十八亿是形容你烦恼的数量啊，非常多，十八亿是形容多。好，那因为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，有一个降魔的过程啊，那么降魔之后才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那降魔最主要的是智慧，所以他说啊，他说这个菩萨以智慧功德力，功德就是作用，以升起这个智慧，然后把这个烦恼，尤其是最根本的烦恼，叫做我见，断除了，啊，那么才见缘起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因为时间到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然后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